线到了另一个世界，没中间有个红点投下这重点，好像每个人都特别轻微，完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，喝个水不敌树叶古老的情节，时间在倒回，我们聊穿着不杀听着飞跃还想着是幻觉，奇怪的语言随着我靠靠起舞，谢谢你暗恋、yeah!